台湾每年新增10000名 C 肝患者，却有高达46万名病患未接受治疗。为了有效控制病情，中央健保署药物共同拟定会经过多次研议后，明年将 C 肝新药纳入健保给付范围。不过因经费考量，所以受惠人数将有所限制。我们台湾大概有4%，所以罹患的那个比率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就是不得不定出了一个优先治疗的次序。那被首先挑出来的一群病人是属于严重度比较高的，必须先经过干扰素治疗失败的，而且他的肝纤维化程度要3级以上。这两个条件加起来，我们估算大概有，也许有7000个人左右。根据数据统计，原住民族人口罹患肝病比例偏高，医疗费用又相当庞大，因此林德文医师表示，如果 C 肝新药纳入健保，对符合用药条件的原住民族人来说是一大福音。我想对部落的民众都一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因为这种的药物价格高昂，那又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治疗，通常也必须要在医疗院所或者是相关专门的门诊才能够使用或治疗哈，那不论如何，在部落上面，我觉得都还是多多少少会得到它的益处。C 型肝炎新药纳入健保后，预计每人疗程需要花费25万，将完全由健保支出，减轻病患的负担。不过，林德文医师也呼吁民众，除了药物治疗外，也不能轻忽预防工作，才能够有效降低染病率。记者28台北市采访报道。